大家好，我是迷途。哦，我们这个十一点大家用跑的，我还跑第三位，里面有一只洛西亚极限。啊，这是第一场的洛西亚超级球。一、二，今天的弟弟的第二颗早场第二场丢出去的是大师球旁边的接连球，会中哦，一个，两个了，哎，现在是轮到我们的男子地方爸爸，第四场只遇见大图，砰，四星赫拉克罗斯，超级球，有料老大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哎，来了！我们今天一大早，早上十一点刚开门就跑进了热购秀赛，用冲刺的，只是刚好没有拍下来给大家看。我们是排到第三位，然后现在有道具机会，里面有一句洛奇亚紫玉剑，只能选紫玉剑的。这个场地看起来有点像哦，紫玉剑好像会躲在里面，没有。哎呦，六尾，你选下一只梦哥仙人掌的旁边吞食兽。救急球打开了，里面有一只洛奇亚，还有一只紫玉剑。另外一只一星的梦根仙人掌，哎呦，三星的，我们刚是跑出二星的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只火系的，然后另外还有一只，哎，我们的火系好像还没有出过双重双峰哦。左边遇到了紫玉剑，右边遇到了梦根仙人掌，我们一局就把它拿下，好不好？就看弥陀哥的神力了，直接一场就把它拿下来，力道是直接一拳把它打爆，就一拳秒杀。今天我们排的是开机的第三位，直接推一颗，一二三 go， 精灵球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一个精灵球顶得住了，一个两个三，哇，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，我来干我来干我来干。不然我们就要去后面等我们的 QQ 了，有没有？没了，好。来了，轮到我们的小弥陀，现在元气满满了，因为毕竟才刚高级球，应该算是刚起床没多久。我们现在的十一点，目前两只，有没有？洛奇亚，是洛奇亚抓洛奇亚。就没有一击道具机会，咚！哇，瞄准镜来的是猎空座哦，真的是猎空座。我们后面的保友呢，直接说里面有猎空座，还真的有呢。来了我们的洛奇亚猎空座，洛奇亚。梦哥仙人掌，你刚不是选下梦哥仙人掌，他、啊、怎么又来梦哥仙？哎、欸，不要，派错了，没有，我派错了，啊，派这个，我们派了一只球雷姆，还有未进化的杰克罗姆，他们未合体的杰克罗姆说错了，然后这两只呢，刚好都有克到左边的洛奇亚，右边的梦哥仙人掌，毕竟我们有 W 招跟力招式，两招开起来妥妥的，刚好四招的能量，三招的伤害，妥妥的。哦呀，幸好成功了，腰碎。二属性的咬碎，应该是伤害蛮高的。哎呀，一场就秒杀。今天我们可以能不能直接就大叔大哥来了？大哥，日记退，精灵球。
哎，没关系，精灵球也是会下卡的。曾经我们都用精灵球下卡过的洛奇亚，拜托了，顶住。Nope。顶不住，孟哥仙人掌交换机会也没有，可恶，取球！孟哥仙人掌来了，继我们上次遇到色尾的裂空座，现在能不能再遭遇一次呢？这一只五星的裂空座，我们全高雷唯一只色尾，到现在还未捕获，有够难的。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出现、五星裂空座色尾的黑色的，现在已经这一弹一个月了吧。快一个月，快三四天就一个月了，看起来，哎呀，又没有心灵宝力撞击鬼斯通，我相信我们选下心灵宝会帮我们传送到裂空座的旁边，然后直接丢一颗精灵球就可以捕获了，轻轻松松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派出我们的冰系宝可梦还有 mini Q 吧，来了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设为的宝可梦，全高的唯一一只裂空座，另外就是。鬼斯通，哇，好像很喜欢出这种五二的哦，冰系的来一只，我们可以派一个拉迪欧斯，两边都有克到。突然发现这拉迪欧斯比什么还好用，它有 W 的，然后又有那个你的资源宝可梦券，双斧战龙。我们这一只双斧战龙是会集聚化的双斧战龙，开一个有了，左边捷径光芒，右边龙之波动，直接开一发。结束这一回合，有了吧？龙之波浪，左右的磕到，又来到我们的丢球时刻，星辰泽林，来一个 M 字号，喂、欸欸欸！终于解锁了，大家花了一个多月，我们终于解锁了，花了一个多月的色尾宝可梦，打了两年多，终于出了一只色尾，我们终于捕获它了，好厉害啊！谢谢你啊，徐志平，哇，终于解锁了我们的高雷第一只闪光宝可梦啊，黑色的，虽然它什么技能都没有 ，W 招也没有，超级进化也没有，不过哇，挺开心的，终于来了哇！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、没有。哇，顶住嘛，一个，两个。三个了 ，Nope、啊。哦，精灵球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多奇亚。哎呀，不用看了，哎呀都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